点好多了。这样吧，你好，你好。先缓冲一下啊，先缓冲一下。今天练柳工练了，练了，太练了。倒不是上瘾啊，就是强制自己练，强迫自己锻炼。其实今儿练的时候腿特别疼，确实是练不了腿，太难受了。今天是练的腿，然后现在我有点特别不喜欢刘畊宏的这个，不是刘畊宏，这个周杰伦这个《龙拳》，这个《龙拳》是，这谁练谁死这。太难受了，太难受了。什么周大侠呀，什么的《本草纲目》啊，就都能跟着练。他主要今天这个女神操加这个龙拳是这真的，我的天哪，真是太难受了，太废了。没有，你现在是脖子以下吗？膝盖以上？头发紫色的，灯的事儿，灯的事儿，灯打的。其实我是头发都是白的，灯打成这个色儿的。现在就属于特别不乐意动，你知道吗？站也难受，坐也难受。现在缓过来点儿了。刚做完龙拳那阵儿，这是他龙拳后边接了一个，龙拳后边是周大侠吧？对，周大侠，周大侠做完的时候我就不练了，练不了了，跟不了了。哎，不对，是周大侠吗？
周大侠跟下来了。周大侠后边是什么呀？98K 吧。到98K 的时候我就不练了。女神操嘛，他，周大侠后边他接了一个女神操，做到那个女神操的时候就做不了了。我就发现左右扭胯的时候扭不了了，腿跟不上劲儿了，实在跟不上劲儿了。这确实不是说你打的字儿多，我就必须得回你啊！你这个问题我也没法回复啊。拉伸了，拉伸，肯定得拉伸。我都是提前拉伸，还没等他完事儿，我就开始拉伸了啊。哪个都比龙泉好，我觉得哪个都比龙泉好。刚才高贺彩提到我了，彩哥怎么了？彩哥在哪说的我呀？能跟全城的都挺厉害，能跟全城都挺厉害。喂，困了就早休息吧啊！倒没有什么开始锻炼了。先不，这个挺火嘛，咱看看能不能瘦啊。管住嘴，迈开腿的。最近吃的都特别少，本来今天还想给自己做一个这个辣子鸡呢，我最后也没做。洗头了吗？洗澡了？不是洗头了。周大侠他是无氧，他说是无氧吗？但我说这个周大侠动作不标准，那么就是动作不标准，我腿跟不上，主要是腿的问题啊。我不敢扭这膝盖，一扭这膝盖，我怕我之前那伤又复发，我又不敢扭，只能做上半身。光做上半身，我感觉动作肯定是不对。咋保持？发型都一样的，洗完头吹呗，吹干了往前吹。诺诺正在家玩马里奥呢，现在玩这个马里奥，这个马里奥银河吧，没有中文，也玩不懂。我跟彩哥连不了吧？我们俩是不是没互相关注啊？这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。有好多人之前。有的能关注就关注上了，有的可能没关注上。翟爷在呢，翟爷我看看，翟大爷，翟大爷跟涛哥吧，是吧？翟大爷、彩哥、涛哥他们人家连麦呢，我别掺和了，别掺和了。多少斤？140吧，现在138，140差不多。我基本都是140左右。我打20年胖上来以后就没减下去，老是在140左右，138，141，差不多吧。老是这个体重，重也重不了太多，最高的是150，150的时候就是。比较难过了，150的时候真是什么都穿不下去了，我家里那些衣服全废了，我有好几身买的时候还挺贵的衣服，我都认为挺贵的了，当然也可能只是我认为挺贵的，好都穿不了了。
还有就是这个得看他体重跟身高是匹配的，主要我这个儿没怎么高啊，这180、190，你得有体型啊，再加身高啊，对吧？我要有谢爷或你，比方说大南呢，他们这个身高150、160也没事儿，对你不会显得特别胖，他个头在那摆着，我1米7几。我这才1米7几，然后呢，我要再体重再胖的话，就确实有点那什么了，有点肥，都不能叫胖，就是肥。你们现在都跟我说这个才哥找我呀，我说我怕耽误人家聊天，人家仨人聊挺好的，行吧，连一会儿，连一会儿吧。万啊，你拍桌哎，子，哟，辛苦一个哥，个辛苦，都，哎呦，这不我咱师俩弟呀！吗？这不是，哎，哎呀，这小徒进弟呀，这是，进来了，小进来了，辛苦哥，辛苦哥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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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我太正好好关玩注了，你，今天先还，关注上，我跟台哥也关注一下吧，哎，先嗯，保关定注祥瑞，保定说，那但是个保定跟祥翟大瑞就是有郭云关注鹏吗？他们没那，关注，我连我不们上关来。注了，没问题，要不然接受不了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有个彩关注哥了。跟翟大伟要没关注的话，我没法连麦。对，连不上，连不上，对，老金是在天津吗？对，还在那个地儿住？哎呦，对，还在哪？行还哥，在哪儿住？不要再问了。尖瓦，他们你知道家，吗？他们家我没去过，他们家门口我去过。哎呀，太好玩了。这什么包？他们家我门口我想去过。啊？想什么包？别我搬想家想。住着好，没有点那年，吧，是不是？那年咱们刚修完家谱，不是一人一本吗？我去天津录节目，需要用家谱，结果我给忘带了。就老晋在天津呢，我找他拿的他那本用的。对，就还在那儿住，还在那儿住。还在那儿住，好，我记住他了，我本身人数没有高和我记话题住就到了。这儿了。行，不是他那家谱里没高和彩吧？对，彩，反正金鹤兰那本里面没有高和还行，还行，还行，对吧？有他的话，他就得他能用我的嘛，对吧？哎，对，这话说的对，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哎，我告诉你，我马上我就证据给你们拿出来。不用，您发那视频我看了，是吧？嗨，有一个收拿你拿证据，我们下播了啊。后来我们俩好像都没怎么见。这就是我那本儿，这就是我那本儿。我两本儿。那是可哎，还真是，我两本这就挖走了吧？这就给挖走了吧？对，老金那本要回来，咱就不能还呢，可不，对不对？我没钱，没事。我太爱听了，过两年可能出新的了。看德云家图谁？可不嘛？真没还呐。这里边有很多话题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这你们应该在哪儿演出啊？这里我们队在广德楼。啊，我们广德楼都晚停，都回家了，都回现在家了，是对各吧？个北京的园子都是上午，不都是下午、晚上都有是吗？对，全开，全天开，因为外地开不了。外地开不了，那就都在北京嘛。现在这几个几八五八个八九个队，5/1号好像能开是吧？能开据说是，但是咱们先不看能情开，况嘛。对，得听具体安排。对，这那关键老弟，你回得去吗？我回不去，回不去。现在回北京，不是现在回去，他不是现在就什么呀？外地他不是指天津啊，只要是外地回北京，得先歇一周才允许你演。对。哦，这是北京的那就整麻烦体的管理，这不是说咱就过，他光是因为天津我回去了不行，别的地儿回去哪回都不成，只要不是市里，就得先歇一周。然后呢，我就，咱就等那个等天津呗，对吧？天津应该快吧？
天津应该可以，对，最近天津挺好，没有问题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天津最近，因为现在天津这边现在不没什么事儿嘛，因为现在各大园子不也都开着了吗？嗯，对吧？咱可能也是等五一啊，或者等什么时间段呗。嗯、咱再看看天曲团现在不是也开始演出了吗？都现在天津除了咱园子跟河西，啊，都开了，都开了。我知道的，就是在，就只是说单纯我，哎，红桥可能也没开，红桥可能也没开。那估计快了，天津情况好得多。对，他现在毕竟他第一他摘星了，嗯、第二他现在也没有新的那个新的那疫情出现，就是你看一看就不会播，一看就不会播，这俩字你得叉叉，知道吗？大伙都明白什么意思就完了。嗯，我等了半天词疯了，没看我这说了半天，我想措辞来着，我没想一个好词。现在这个他们说了，你直播的时候啊，你规避一点东西，你意思到了，大伙都明白。嗯，所以咱们扯开这话题，咱别聊这个，说点别的好不好？嗯，对。聊了朱鹤松啊，哎呦，聊朱鹤松了，得规避这词儿、嗯。这个也得规避，这个也得规避啊，朱鹤松也得规避。这也得老朱老朱胖，老朱胖了。对，老朱在我这儿翻呆。他一直也规避。没有，他上礼拜几？上礼拜几啊？上三里屯后台了。礼拜一吧，应该是。哎呦我天哪，胖了。哎，老弟，你们是在几队啊？五队，五队。你看哥，五队你把家谱还我吧，哥，你关注原则。我不是家谱，我知道你是兄弟，我哪能知道你在几队，对吧？完了，我给你们队长打个电话呢。咱现在看着都不熟啊。嗯，咱别给外人一种咱们很不熟的样子。是吗？咱们得假装熟。对对对，还是不熟。哎，说熟好像真是我跟小金熟。是呀，大爷，咱们在一个队一块儿待过，我们在一个队待过，对，差点跟泰，我跟这里，咱说实在话，我跟涛哥，咱没在一队干过，咱确实没见过几次面儿，基本没怎么打头碰脸吧，就仅此而已，打头碰脸。先生过生日，可能咱碰过面儿。对对，我跟彩哥私下的之前呢，我们还有点小交流。嗯，对，有点那三四个人呢，能坐在一块儿的小交流，聊聊天啊什么的，有点小交流还。那阵挺好是吧？那阵还有大华子，对，得有对吧？得有他，对，大华子、王磊，对，什么场合能缺着大华？啊，大华子现在也没法跟咱凑了，大华子，嗯，没有，前两天我们还有点小交流，是吗？那你们也是这个交流啊？也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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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也是不熟装熟啊。对，哎，对对，那倒是。现在我是想跟人家熟，人家是不熟装熟。哎，你看翟大爷找大华子去了，困了。刚才差点儿。2014年，大华子不是大华，何九华，大华子，我们叫，以为中华呢。嗯，彩哥是以为让2014年让人刷一个嘉年华呢。嗯，对，咱差点在一个队嘛。嗯，对，对吧？对，第一个差点在一个队，但我不知道，我当时我实在是忘了您跟谁了，但是当时那个单子是有您的。我就走了呀。没往那队去就走了，对，但是就来上海了。忘了当时您是跟谁了？队里那个人，您就是大凡，不是不是大凡，九连，哦，老郑是吧？哦，对对，老郑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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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郑后来留下了，对，九连，因为当时我想不起来了，对，前两天聊呢，他们老问这个，你们那会儿是不是也刚到吧？刚到也是刚到呗，我2013年来的，我2013年8月，嗯嗯嗯，老朱是2013年10月，我们来了以后进的是一队，我们跟翟大爷一队，对，我们翟大爷是我们一队，2014年开的五队嘛，五队我们就调走了嘛，我还跟翟大爷演过呢，对，这一说10年了，我可不快嘛，快10年了嘛，2013年真是10年了啊，
对呀，一晃啊。因为当时翟大爷，咱那阵还挺年子的，当然现在也挺年子。嗯。翟大爷，我跟翟大爷是打灯谜。翟大爷当时使那个光膀子、披麻袋、扎皮，哎呦，给我乐的不成不成的了。哈哈！我打在后台我就开始乐，这包袱我打在后台我就开始乐，就觉得特别好玩儿。对，一三年，十年，真是你说十年了，十年了。哎呀，真是真可爱。这里就我唯一跟涛哥，就跟涛哥，咱没正式，咱们说说话，坐那儿聊过天儿，这没有。因为我2015年也走了嘛。对啊，您是2015年，对，人家2013年就来了，跟你2015年就走有关系吗？不是，你那阵就没，但是我没在一个队啊，知道吗？你属于对啊，你当一个副队长，你就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，哎、看不起。不是不是，关键他那家谱啊一直带着，你知道吧？我他要不带着家谱，这也认识了。嗯、哦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没有，你不知道师傅要把他淤了，没有、啊、要摘字儿的，啊，没有。先取关了啊！有有有有有啊！就有忘了，我去贺英那儿，贺英拿，对对，贺英那儿取的，对，刚开始发的时候没，我一直没有，后来你等着吧，最新版本马上要出了，你也不用要了，没你。那咱们拭目以待吧，好吗？好啊。你看，师傅说了，这漂流在外是不算了，咱俩都、啊、咱俩都不在里边，都选了。飘飘，我哪儿我就长发飘飘了，我好。嗯。咱俩都选，嗯，你谁也别说谁啊、嗯！你看我们这有公屏上说兰兰现在成熟了好多，嗯，你瞧瞧，就说了公屏什么上岁数、嗯，你是不了解他，嗯，不是逗哏的都是捧哏的给挤的成熟的，那还哎嗨，是吧？哎呦，你看连内蒙都知道我大灯欺负人了，是吧？你这已经名声在外了。不行，你们聊吧，我得下去了，我困了。嗯，得了得了，大爷，去，得了，拜拜，您早休息，您早休息，拜拜，拜拜，我先下了，您早休息，拜拜，拜拜，得嘞，哥，老金一般播到几点？我一般没点儿，有时12点，有时12点多。嚯，那还真有，那晚上有人看，有人看吗？还成吧，还成吧。也有时也得也你这也得调人，你这什么上夜班啊？彩哥，你这就不懂了哈，咱俩体会不到人家的那个流量，你不懂。哦，哎呦，你不懂，你别看不是你的流量是靠自己呢，还是靠那个你的本人去向你？你别看都带贺字儿，你别看你还是头贺的，这不一样，这流量不一样。那当然了，那当然了，对吧？你别看你手里没也得靠别人，那也不行，是吧？也不行，我们也得靠别人。我这就是一盒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我们有时也得靠别人给我们带，是吧？对，我们也满世界交朋友。要不，要不得交朋友呢。对，嗯、我跟人直播时，我必须得聊什么和你花呀。就这一会儿、啊，我这80个人涨到102个人，底下人说了，我是从兰兰直播间里来的，你看看是什么效果。我跟你连半天了，有一个打上海来的吗？你看有没有上海去他那儿的？没有是吧？都别去，没有一个包头的那个太边远山区了，他们那也没个园子，你就你关注金鹤兰，谁对不对？谁告诉你没园子？长得又帅，又什么使活又好，山崩地裂，我告诉你，对吧？那个他那个包头的，那现在是职业主播。他不是说相声，主持人什么主播啊？主持人啊，主持啊，我好歹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好吗？哎哥，您不是赤峰那个吧？不是赤峰那个包头的，包头，是说您是之前去过赤峰那个吗？不是，我没去，没不是那个，有不是那个赤峰，咱们没有人是赤峰的吧？那谁，那个闪灯好像去过。哦，条里边。哦，好像他好像去过，好像他去过。哦，不知不太清楚。不太清楚。不知道，那就不知道了。嗯。好像
您哪能演吗，哥？包头不能啊，我这我们这儿从不行，那问我，那问我，那你别抢，您哪还用问我？问你呢？你管他怎么也叫哥呢？我可不得叫哥哥喊吗？喊什么呀？这里不是没他吗？那从岁数也得喊哥呀。你拿盒里臭美什么的？那里要有你打开让人看看，你打开，你打开。真乱！你们听，你们说清楚，乱刚，这哪行啊？这包头也演不了，也跟包头跟北京一天起来的，怎么着说？说那个贺兰那儿怎么着？做饭五千多人看，就赶了一回，弄完挺母，我好家伙的，我这那天想呀，你还会做饭呢是吗？哎呦，你什么拿手啊？我爱吃的，都拿手。嗨，我是你爱吃嘛？什么什么辣子鸡、哎呦、丸子汤、呵、土豆丝儿、土豆片儿。别说了，咱就这仨菜就够了。对，够我吃的了，够我吃的了。哎，就那天串门的啊、哦，这还有串门的来了，这从哪啊、哦？从贺兰这来的。得嘞，谢谢谢谢，你看看，背靠大树好乘凉啊。我这一下涨到了60万多人，好家伙的！啊，吹牛逼！您那您那来点人来我来我直播间吧，我不让他们去呀、啊。你们啊，你俩关注了吗？抖音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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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串门的朋友啊，谢谢谢谢啊，感谢来串门的朋友，谢谢谢谢各位喽，点点关注，别光串门，点点关注，对不对？你来的一般来串门的都得到我这刷。一般来串门的都得到我这刷，那个一般来串门的都得到我这刷，那个加班。拜拜拜拜哥，得嘞。那个什么呢，各位，我先不退啊，我有点事儿，我先那个弄干点正事。我有点事儿，我先那个弄干点正事。弄干点正事。
刚才切出去了，切出去了，不是你们卡了，切出去了，切出以后，刚才弄一点正事儿，弄一点正事儿，再播一会儿吧。大概我播到11点左右就下了，播到11点左右下，下完了一会儿，很重要的事情。对，好多人，大部分人猜对了，大部分人猜对了啊。不是卡了，不是卡，刚要切微信上去了。切微信了，现在应该不卡了吧？光光喝茶那不是什么大事，直接喝就行了。喝茶不值当的切出去，这喝茶有什么丢人的？哎，你们行，你们说的对，大部分人猜的都是对的啊，大部分人猜的都是对的。一切顺利，马上就能看见彪哥了。行了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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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不是上演，也不是三宝，也不是方向啊。要是那种事儿的话，我就下播了，那个事儿更大。那还都是挺振奋人心的啊，听着就高兴。行，我看这意思，我能不能坚持到11点，我都不知道呢，各位。对这个，一会儿研究研究，看看他这个节目。
节目单儿，确实弄节目单儿呢，弄一个很重要的节目单儿。当然，现在是正在研究，正在研究。看了一眼，演员还挺硬，我的天哪，演员真的还挺硬。我都挺期待的。天津，天津是下周天津。我师傅现在都说出来了，哎呦，这师傅都不能说呀，我们都保密合约的。完了，又让我给说出去了，就跟现在的人数似的，666啊。我签了，我没签，我要签了，我能说吗？期待孟周那还真是想瞎了心了啊！有孟哥能让我派节目单吗？你也不想一想。我要那个孟哥给孟哥派场的话，我那确实越来越优秀了啊！这你也是想多了啊！从哪儿论也不行，从哪儿论也得是孟哥给我派。行，就你们刷，就你们能刷出人名的这些人来，这你们都是想多了啊！那都是我听安排。那些都是我师哥，哪个都是我师哥。反正我觉得挺强的，这节目单我觉得挺强的。行了，我也别跟你们聊了，我呀直接我赶紧弄节目单去了。本来说今天跟大伙多播会儿，播到12点左右吧。播到12点左右，但是现在确实有正事儿，我得先忙正事儿。明后吧，这两天哪天有时间再播吧。啊，各位，我先下了，先下了，我先把正事儿忙了，咱别耽误正事儿。倒不是辈分小，对吧？这好多都是师哥，好多事咱，对吧？咱得有一个谦卑的心啊。再见吧，各位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赶紧下了。